又打 K 偷了。我真的要讲那个虫真的很偷懒的，都不捡货。飞在空中了，又被定了哇！好话都是不定。他对你仇恨值比较高。嗯，那你仇恨值比较高。真的，花好抓吗？哦，好痛哦！前方易守难攻，敌人就会用耳机，是哦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剁碎了他们。哦，那个学没学姐要那个回诊是吗？这里煞气好重，血意冲天。我要跟那个，我要跟官方投诉吧。那个宠物都不捡货。少侠，既然到了血翼龙，鹿耳物，对呀、啊，血玲珑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没有叫出来。那个是我的姐姐。姐姐是我都没有叫出来。我是影，我们长得一模一样。我抗议啊！你看，多年的影子终于成为了哥。现在他没有杀掉的人，就由我来接手吧。你是我的了。好的，过去。小心，有阵法吗？有，我这个，我这个。什么阵？有用的再开，没用的。我这个很屌，我这个很屌。你这是什么？准备发现的，我操！慢慢的，没有加防。没看过，放过我。加防阵。有我的技能就会用的吧，加防阵的是什么？内外防加200。好厉害，还差几十厉害。
害。对啊，我一家防阵是标师的是吗？没有，标师是搭内功。那防阵是唯一有用。那还是他，还是土？我不知道那是谁的证，还是那个文士。马德巴克。哎呀，被抓了！被堵啦，走开啦！哇哇，我退了。你没有退啊！你一直在搓、啊。那個、我只要让大家都被毒了，这样是这样，投命了啦，大家都一起被毒啦，大家一起来吧。要死了，哎、欸，又是金刚哎、欸，哇塞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。我也不想进。这没有光。手镯，手镯好像也在。你们俩都不会再寂寞了。戒指啊，你。没错，什么东西？旁门的那个机关人。机关人是巨人剑里冒出来的。机关人的技能。哎，他们不用，但没说不会爆。哎，这个戒指我也有。啊！青龙不死，血雨重生。哎呦哎呦！我靠！什么一拳？什么声音？L1 是比唐门还强，放下。他丢墙了，他都往后退，他怎么都不丢墙？那个没有。没有人带头飞，所以他们不会飞。轻功上楼，轻功上楼。没想到你们居然能来到这里，野儿。哎呀，你是那个青龙使者，野儿和主人。哎呀，谁过头了？野儿，你可真乖。飞不上来了。你没死吗？野儿做的主人是永远不会死的。我明白了，这是火影忍者要在演的。原来孔雀是野儿造出来的傀儡，主人才不是傀儡。他开场要是金，我们就直接 all in 到底不出去。颠倒疯狂，令人无语。来陪我玩玩吧。好的。OK。哎呀，结果是个图啊！啊，图图图图图，哎，哎。啊，几秒？这个好像……啊，我要去运算，我要运算。啊，那你就看看。被孔雀偷袭，被孔雀干掉了。太惨了。我这边上有。木是用什么东西？木是用啥？这样。哎呀，吃中毒了！超级失毒啦！超级失毒哎、欸，完蛋了！我干！干，不要灭团了吧？不要灭团了吧？这个灭团会怎样吗？不会怎样。不会怎样。小雅，
心啊。你怎么读那么痛啊？哇！因为你吃到两倍，你吃到两倍十毒，无敌十毒不是假的。那他刚刚那毒是木毒，木毒用什么？木毒用水哦。没有，我觉得这场不要踩，直接打就好。那个毒会毒的不要不要的，就是不要踩鼠啊，就都不会被磕，直接打。飞哟、哦，飞！这场他短补就稳着打一下就打了。真的很扯，这个清单，不管看几次都觉得很扯。我觉得神威的那个轻功很帅，真的，而且一飞就半张地图。我还以为在玩什么战国巴沙软之类的，有那种感觉。对，刷 combo 拿钱，以前都要用那个芬兰丸来洗。金平板，对 combo 员的那个跳跃图。我觉得不要拿直接打了，我觉得不拿属性。不拿，感觉被毒到歪头哎。他不缺抗毒就好了，他短补啊，又不缺输出。妈的嘞，干掉他，操！没射到。堵到歪头。哎呦！红花球来。换了又换了，不行，有毒啊！我靠，没有啊，刚有人吃毒没退出去啊！你直接在打我，我不理你。跟多你一个、啊，好无聊、哦。哦，他要上我了。大家都出毒了，我靠！我死了！我靠！还有啊！哇，就差两步。被毒到心好累啊！没关系。都是旁门啊！哎，都没有我。什么人都能网罗金城，玄一楼的守备力量已充，青龙会的使者已死。哎，我身上被标记，不会消掉。今日之后，江湖中将再无玄一楼。